棒球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比较受欢迎的，有我这个哥们组织这个棒球的活动，然后让我认识更多本地人，真的，然后很多也是变成的好哥们、好朋友这样。其实我头两年来就是比较孤单，因为朋友都要重新来嘛，感觉是自己一个人。但是经过参与这个他们组织的棒球活动，我就感觉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样，更融洽，更多时间可以再聚在一起。